案子破了，我在听。警方认为单纯的报复，这还算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二弟。谁呀？林老板，常警官来了。我马上下去。这是我办的最窝心的一个案子。会不是他吗？他虽然较聪明，但他有的只有冷静、勇气和决心。从整个案子的过程来看，他只有被动的应付，没有什么经验和办法，而且思维也不敏捷，更谈不上逻辑的缜密。所以我认为，这个案子的设计者另有其人，而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高手。也许吧。是一定。你对这个案子已经非常了解了，那么下面如何继续侦查下去呢？杨聪明的姐姐还有一个杨子。那你认为死一个杨聪明就够了？像赵云天这种东西，他没有资格让那么多人陪他。看来案件的设计者还是很幸运的。如果他这一生只设计了这么一件值得宽恕的犯罪，那他以后应该很好的活下去。杨医生，这些纸鹤是我的一些好姐妹替我叠的，她们都说要来送你，我没让她们来，我就想着我一个人跟你静静的待一会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是刚才才知道你是以家属的名义来给他办理后事的。公安局的人没找着他们家亲戚，杨医生生前的时候对我挺好的，我想我怎么着也得来送他。他确实对你不错，你被张队长带回队里以后，他一直在跟林警官说你是无辜的，并且愿意为你担保。其实我根本不管他是不是凶手，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好人。
小姐，这一切你安排的特别好，真的很感谢。常警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人都已经被你逼死了，你还不满意啊？啊？杜律师，作为一名警察，还原案件的真相，惩治犯罪，这是我的职责。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我非常敬重他，所以今天我是来真诚地向他告别的。可惜你太有原则了，如果杨医生能听到你刚才说的话，或许他会原谅你。杜律师，你还不知道吧，这墓地还有墓碑还有骨灰盒都是长征为杨医生买的。那常警官，你把银行账号告诉我，我把钱打给你。什么意思？刘唐的朋友为杨医生捐了款，他们委托我来办这件事情。你就说嘛，杨医生是个好人，你看长征有多少人惦记他呢。杨医生，你这下可以安心的走了。杨医生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我的使命也完成了。二位，那我先告辞了，再见。办这事儿花了不少钱，借的。咋了？本来我想着多做点事儿的，可是墓地我也买不起啊，我就只能买捧花，虽然不是最贵的吧，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你呀、啊，你真是个热心肠。那不止我一个人啊，你看杜律师，不是也挺热心肠的吗？他跟你不一样，他是受人之托，尽职尽责。那不还有你们吗？我怎么了？你看，你是做警察的，抓他是天经地义的吧？可是你今天不是也做了好多事儿吗？所以我觉得你才是大王。哎，打住啊！我觉得咱俩有点互相吹捧的意思啊！打住。荷花这个名字起得不负责任，却又恰到好处。这个女人毫无察觉，却又霸道地闯入了我的生活，而且不问理由地给我带来了一种隔绝了很久的幸福感。我发现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会忘记很多东西，并因此变得快乐。当无所顾忌的大笑之后，我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错乱的感觉。我不知道沉醉于这种感觉是否危险，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在喜欢。哎，到终点了。到了。你怎么没叫我呀？怕你睡得太香，没忍心。是睡得挺香的。走吧。哎呀，真的。杨聪明的事儿，这两天给你累坏了吧？没有，反正我也没工作。那
该怎么着啊？坐回去啊？别去啊！今天我请了一天假，咱们逛逛街，玩一天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干嘛？那你请我吃好吃的。行啊，反正你的钱也让杨聪明给花光了，我买单。好，走吧。走啊。大哥，我小姨就死在我的面前，这个仇我必须要报。这事儿怪我，是我太自信了，很想帮你们报仇，可精心策划的计划还是被破了，我太低估长征了。大哥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，你让我做了他吧，我会做得很干净的，不会留什么后手。你小姨自杀就是为了保全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听着，长征现在已经判断出是另有人在策划这件事，他觉得赵云天该死，所以不想再追查下去了。老三呢，等风平浪静以后，我会和你一起报仇的。我发誓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要长征的命。大哥，我想见你。你会马上见到我的，就这样。一天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哦。那你先走吧。为什么呀？你就先走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哎。啊。
可真漂亮。你拉长漂亮吗？啊！哎呀妈！我呀，喝了好几升才相中的。你那钱不都是给杨医生花了吗？那是我朋友送的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长征的眼光还是不错。您怎么知道是长征送的？嗨，你那些女人谁能把这么好的衣服送给你啊？啊，你这个人呐，还历来不要男人的东西。你呀，只有你才把长征当成亲人了嘛？啊，小妈，你越来越像长征了，你都能办案了啊？说得太准了。哎，这一呢是老经验。另一方面嘛，嗨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在公共汽车上啊，我看见你了，睡在人家那个长征的肩膀头呢，还紧拽着人家胳膊。我讨厌大妈，大妈。哎，那会儿你们俩真像小两口似的。反正我今天挺高兴的。嗯，你知道吗，大妈？今天他陪了我一天。我从来没觉着我这么高兴过。哎，你还把他当普通朋友啊？大妈，我觉着我爱上他了。你呀，早就对人挺好嘛。可是以前我自己不愿意承认，现在我觉得他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了。真的，大妈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优秀了。怎么优秀啊？你知道吗？我听他们说，杨医生这案子特别难破。可是到了他这儿没多久就给破了，而且他分析的那个杨医生做案子的细节就跟他亲眼看到了似的，他神了，你知道吗？哟，他那么神呢、啊、嗯，而且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哈、啊、那会议室坐了好多大官，有什么局长啊，什么副局长，什么队长，反正听说以前都挺有名的、嗯、但是只要是长征一发言，哎，立马就把他们给镇住了。你知道所有人那眼神哈、啊、就跟那小学生看着那老师那感觉一模一样。哎，长征可真不简单。那是，嗯，而且今天特别让我感动，你知道吗，大妈？今天啊，长征不是知道杨医生没有亲戚吗？他就掏自己腰包，给杨医生买了一个骨灰盒，买了一块墓地，而且还刻了碑文。哎呦，真是好心人！你说是没亲没故的能这么做，你有这一辈子没见着过几个。哎，荷花，你呀就是善心人，你们俩可真是天生的一对。大妈，就是您把我当个宝儿，其实我心里明白，还不一定能配得上他。哎，荷花呀，你别那么没信心，我看他对你挺好的。他对我好，只是把我当好朋友，可是没那意思呀。而且女人这方面最敏感，反正我没觉得。那你就跟他明挑吧。那您说，如果挑明了，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我这么想，大妈，反正我心里面喜欢他，我心里有他，我就对他好呗。他对我怎么样我也不求，只要我天天能见着他，我就挺踏实的。您说呢？哎，不管他，就这么着了。
赖皮的啊，打赌打输了他就跟没事人似的。别那么挤兑人家，他工作还是有能力的。你跟荷花玩得挺开心的。哎，跟踪我是吧？没有，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啊我？你不是真的想给人家当后爹吧？闭嘴。哎，那你说行吗？什么行吗？就你说的那个吗？肯定不行啊。是，我觉得也不行。哎，这事儿我管不着啊。大哥，刚才我在试婚纱呢。我相信你穿婚纱的样子一定很美。可惜是穿给一个快要死的人看的。是吗？那你就专心地筹备你的婚礼吧。嗯，我知道。祝你顺利。好的，大哥。常老师，还在那儿写两个小孩打架的材料呢。不写怎么办？哎，走吧。嗯。出去透透气。哦，好，走吧。怎么样，赖世口这关系够铁的吧？还是我学生呢，我连他们叫什么都忘了。那是，警队像我这么出挑的学生有几个呀？臭美吧你！啊，这幽灵烈士在澳门的拍卖行转了一圈，然后被一个神秘女人买走了。过了不长时间，就在广东的一家银行做了抵押。抵押人叫黄泽明，是黄氏珠宝的董事长。听说这个珠宝是他的新女朋友送给他的，抵押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短期的现金困难。在银行做抵押必须是干净的财物啊。对，跟你想的一样，这个幽灵类是通过境外拍卖行给洗干净的。那么这个神秘女人很有可能就是黄泽明的女朋友。根据调查，黄泽明的这个女朋友跟顾小倩的很多特征都很相似，可惜是境外调查，所以没法深入。就是说，你怀疑张野案有一男一女两个凶手？对，真名顾小倩，以顾迎春的名义租用了望江公寓63340。但这一据点的怀疑已经放弃，因为我怀疑他现在人在广东。就是说，你怀疑黄氏珠宝集团董事长黄泽明的女友就是这个顾小倩？至少有极大的关联。但是我看你这个报告，最深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判断都是猜测。不，我敢肯定张野案不是仇杀，因为从我们掌握的凶手老练的程度来看，杀人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。
案的现场他出现过，今天张野案又有这么多条线索指向他，这是巧合吗？但即使这样你也无法证实这不是巧合。我确实无法断定，但是我有完整的推理。顾小倩当年在叶桥集团覆灭以后销声匿迹，这不是因为她要停止作案，而是她要组织新的团伙，选择更为隐秘的方式作案。而且他们这些人都是曾有过案底的。请你帮我办件事。以后啊，咱俩这电视不能看得太晚了，他身体受不了，颈椎最近可不舒服了。今天也太累了，你快点洗澡啊！哎，快点啊！哎哎，别磨。哎，老丁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老丁啊，你快来看，怎么了？丁先生，丁夫人，你们应该认得我的标记，贵小区李克文夫妇太过心疼钱，他的身上被打了五个洞，省城的富豪中山在警察密不透风的保护下头上被打穿了两个洞，我既然很方便的能把信放在你们的床上，就很容易取二位的性命，我把平安和祥和作价$200,000出售给你们，你们若愿意，明日取钱可在家中等候，若不愿意交易，则可以向殡仪馆预定骨灰盒，我建议用汉白玉。李科文，我们参加过他的葬礼。这个夜行团伙不是被破获了吗？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别分析了，也别琢磨了，咱不管他是谁，这子弹都跑床上来了，啊，那要我们俩的性命，那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也是，也是，这钱到哪都能赚着，这命没了就啥都没了，怎么认命啊？
啊，丁先生您好，您的20万美金我们准备好了，请您跟我们取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仪器进展顺利。周队长，翠羽别墅的丁双平昨天被勒索了20万美元，你应该去看一看。信和五个子弹都放在我这个车上。啊，这下是炫耀自己，来去自由，轻易下手。昨天晚上放在后边，轻易拿走，干得简单利落。好家伙，再没出人命，你马上带人去一趟京城，搜集一切所有的线索。我有请求。说吧。要长征去京城，长征现在在江阳公安局很有灵气，前两天破了一个朴素迷离的案子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我马上给江阳打个电话，让他们全力以赴配合你们的工作。是，走吧。好。张局，你找我啊？省厅厅长来电话说要接到你去青城。去青城？是啊，夜宵冲突交火，需要你参与调查。你去准备一下吧，赵厅长要求越快越好。好。张局，暗杀黄泽明和幽灵类的事儿您跟省厅汇报了吗？当然了，不过现在还没有消息过来。怎么了？看见没有，江阳是一个普通的干警，到了省公安厅啊就成宝贝了。沾光了吧？那是，现在让我回去我还不干呢。喂，何花。长征啊，你晚上来我这吃饭好吗？我给你做几个好吃的。肯定不行了。我挣了一笔小小的钱，咱们大家伙一起庆祝一下呗。你听我说啊，现在我这有个紧急的任务，分不开身，你跟周大妈他们庆祝吧。要不明天行吗？我是去外地办案的，啊，现在正准备上火车呢。真没劲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案子挺麻烦的，我估计啊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好吧，那等你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好。哎，那个。我要是惦记你的话，我能给你打电话吗？我是何花，我们在办案子的时候啊，尽量的不和家属联系。你把我当成你家属啦？啊，不是，我就说那意思啊。没关系，我挺喜欢你这么说的。那你别忘了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哎。郭叔，对黄泽明那边的暗查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有专人在办。哦，有材料的话直接给我，别往家阳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，这我不是在这儿的吗？现在我宣布，此事侦破夜宵的勒索案，由长征同志全权负责。自我以下，均听长征同志指挥。拜托各位啊。哎，常组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工作的。好，那这样，现在啊，我首先想确定的就是这起案子到底是不是真的夜宵。我们已经做了鉴定，和当年的一样。目前我们猜测，现在死去的不是真正的夜宵。
做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，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，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。天地间任我展翅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愚言，梦中挥舞狂乱的双手，写下灿烂的诗篇，不管有多么疲倦，超然超往世界多变迁，迎接光辉岁月，为他一生奉献。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，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，孤独胜过黑色的世界，只要肯期待，希望不会坏。